喂，咁多位，我系 Robin， 今日大家行下感受中，我自己咧都年几两年有多啦，都冇嚟，我都唔系好记得呢度入边有咩铺头。咁啊，今日 set tree 开完之后啦，睇下感受中和入边铺头有咩改变啦，有冇多咗，有冇少咗啦吓。咁啊，其实入到嚟呢度咧，都系冇咩人流。哇，而家出边整路啊，整个大隧道。而家咧系晏昼两三点到啦，但系就冇乜人。铺头呢度依然都系啲指甲铺啊、生洋海味啊，其实都吉咗好多铺头。以前呢度咧开咗几耐，十几年，但系嗰时咧又请好多啲明星过嚟助阵啦，有曾志伟啊，有好多噶，即系做咗咩大 show 咧，佢哋都会喺呢一度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不起。这里呢是跟太古隔一条街的。看到这里的店铺都是没什么点改变，都是买即是做一些指甲铺啊、发型铺啊、生洋海味这样。唯独这间模型铺呢就开得最耐嘅，哦，佢而家扩充埋呢一度，以前喺嗰边嘅，咁佢都系卖啲亚洲嘅游戏碟啦、模型啦，咁我都好耐冇砌模型啦，睇下佢而家入咗啲咩模型。我之前咧喺日本买咗呢一只啦，跟住又卖咗俾人啦，上网卖咗啦，呢个都系卖咗啦，呢个都卖咗啦。其实我之前是存了很多很多货的。都挺漂亮看得。其实现在家里我 basement 都有成六七箱那些工具，油啊、喷枪啊、砌模型的工具啊、刀啊、黑刀啊，全部都封尘。好耐冇砌了，因为太忙了。咁我哋周围再睇下啦，睇下哇，真系好多铺吉咗，呢一粒全部都吉咗。我记得嗰阵时候嚟咧，哇，真系好多啊，即铺头咧九成都开晒噶，都几旺噶。不过讲紧十几年前啦，嗰阵时候咧呢度二楼系好多旅行社嘅，但系而家啲旅行社都吓、啊、疫情冇得啦，都系冇乜人流啊。啊，呢间气枪铺仲喺度。玩氣槍呢家嘢咧，我之前都有幾支，但系又賣咗啦。而家我剩翻兩支到啦，但系都冇玩。但我嗰只咧就唔係膠彈嘅，我嗰個係鐵珠彈嘅，係用 CO2 就唔係用嗰個 green gas 嘅。有咩鋪頭呢？呢度有一间旅行社，真系好多铺头系吉咗。之前咧喺出边嗰度咧就做呢个夜即系嗰啲夜市咁样嘅，但系因为我翻工我嚟唔到啦，系上个礼拜时嘅。出边仲留翻有少少嗰啲摊位，唔知几时再搞过咧。前边呢度咧 ，food court， 呢度 food court。都正啊！即系呢个摩嘅 food court 嘅位置做得好奇怪。呢度后边啊 ，food court，
但是呢德那边是有位坐的，设计得很奇怪。零零舍舍有加埋啲汽车拎，哇！真系冇讲笑，真系好多吉铺。呢度有一间就系卖啲汽车零件用品嘅铺头，一间冇开嘅旅行社。呢間商場咧係打造 OK 噶，嗰啲地方好華麗啦，好靚啦，始終做唔起就做唔起，唔知點解。兜個圈，兜個 round， 真係冇咩大改變。啊，吉鋪多咗啦，又冇咩得新嘅鋪頭，人流又唔係話好多啦。啊，調片到呢個位置啦，係咁先。